我们是都督军府的人，少帅，这边。 多少遍了？昨天晚上咱就不能玩那么邪乎？你不听，这钥匙丢了，这怎么办？丢不丢人？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让二位见笑了。你找死吗？ 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下意识按的电梯。走，进，走开。 是我问你才对吗？从下船到现在，我一直在配合你。你要我一个未出阁的大姑娘陪你演这种戏吗？我脸皮也没有那么厚啊。小嘴还挺能说，确实怪我。假的真不了，这假老婆肯定不能跟我一条心。要想解决问题，那就得来真的。你要干嘛？ 走开！我陪你玩点邪乎的。占我便宜，你想得美！ 不想死，就乖乖待着。